新的第一次轮空。哎、欸，我看你们还是注意了，注意喽！科比要挥出他人生中的第一杆呢。再来一次。科比给自己打几分呀？你觉得刚表现怎么样？很大分，连球都打不到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多练练就好了。谢谢，谢谢长官，不错。2017台北市大运的高尔夫球场是在桃园，昨天柯文哲去访视球场，不过一张高尔夫球会员证要750万，柯比听了直摇头。对啊，我一年薪水不到200，3年的薪水买不起一张球证。动新闻桃园报道。